满城佛光园，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文秀慧主持，由永固法师主讲。欢迎收听《满城佛光缘》，我是文秀慧。在直播室现场有我们佛光山满地可慧唔止主持永固法师，师父吉祥，秀慧同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师父啊，咁两个星期前咧，我哋有个中秋节啦，系啦。其实我觉得道场好慈悲啊，每年咧知道我哋要保留住呢个传统，都安排我哋一家人喺度过个中秋节。咁今年嘅中秋節就非常之特別喎，我哋嘅當家師傅係呢個係圓中法師俾建議嘅，其實我係可以從佢提出嘅建議，可以感受到佢真係好慈悲，佢好關心大家喺學佛呢方面嚇，喺信仰呢方面嚇，有冇進步啊，學得點樣啊，所以譬如啦。中秋聯誼平時咧，我哋就佛光一家人一齊食飯啦。咁有好多節目啊，睇下節目咁樣玩下遊戲，係啦。但佢就話，可唔可以喺後邊咧，就呢個聯誼晚會之後嚇，開心之餘，就俾大家有個修持嘅活動。係，我就話修持有好多種，你都可以，如果時間係控制得到嘅話，咁後邊可以有半個鐘左右嘅一個修持。所以我就讲了几种了，咁其中佢就讲到话啊朝山，中秋朝山咁样吓，我即刻就喺嗰度谂吓，可以，咁喺我哋嘅 parking 停车场嗰度吓，咁点样进行队伍，点样行，点样拜咁样吓，所以就如果系天气好，就照住咁样朝山吓，三步一拜，冇错，系啦，我哋听众朋友知唔知道佛教讲嘅朝山咧吓？是三步，行三步，就拜落去，起身之后再行三步，每行三步，就拜一拜咁样吓。所以如果你冇嗰种宗教情操，吓冇嗰种信仰嘅力量咧，要你咁辛苦啊，咁有啲人系唔肯嘅，会觉得啊，又唔知咩意义，或者系唔想咁辛苦咁。系，其实嗰日见到大家好发起啊。完咗之后，咁圆中法师有讲解朝山嘅，我哋要点进行嗰阵时，人哋冇走到啊，全部都留低朝山。仲要系咧最细嗰个系两岁半。我听讲话，我哋青年团嗰日嚟嘅呢，二十几个人呢，全部留低，系啊，佢哋全部留低喺度朝山。咁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呢？其实呢个问题，我觉得师傅你哋真系好慈悲，圆中法师又系好担心，成日问你哋觉得好辛苦啊，但系你话。不是啊，我哋法喜充满，就是觉得好精神啊！朝山完咗之后，大家都好欢喜。这个如果不是自己的嗰种信仰吓，好虔诚咧，有些人拜下拜下，哎呀，好烦恼，因为好攰啊，好辛苦吓。咁我听到的都是话吓，好欢喜吓，所以是自己有嗰种信仰的力量，有嗰种宗教的吓，嗰种情操吓，所以你就会越拜越相应啦。越拜自己感动自己咁样吓，因为嗰种拜法系你一行三步嘅时候咧，系唱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拜到去咁样吓。然之后再听佛气咧，噔，再企起身。然之后再唱佛号，再行三步。咁样，所以个人系好清净嘅。尤其在中秋呢，因为明月通常我们都觉得是佛菩萨那种慈悲的代表，同时都是我们内心一种很柔和的那种光明的自性，所以是相应的。越拜呢，你会体会到那种感动。其实呢，如中法师跟我说，因为我跟他是设计好的，这个队怎么行，行哪里排几排，行入道场大门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走廊就比较窄一点了，然后行楼梯，我就不想大家在楼梯那里拜，我怕有些人头晕了，所以我就说一样行三步，一样佛号，但是就是问讯，就不拜了，到那个走廊和楼梯那里不拜的。
咁但继续咁样唱系因为后边嘅仲未入嚟啦，所以原本系咁样讲，结果如中法师话，因为佢喺前边，佢睇唔到后边点发生嘅事，后来先知道原来大家喺楼梯嗰度都系拜，系啊，有几位喺度继续咁拜住上去，佢、哦、都冇谂到话，哎呀，嗯，吓、啊、仲更加辛苦咁吓，吓、嗯啊，但佢睇到吓、嗯啊，都听到大家话。是好发起好、嗯、感动咁样佢先至放心嘅。是啊，因为第二日佢就即刻问我，哎，你哋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咁样、嗯、大家唔会好欢喜好发起充满咁样。佢同埋我哋又第一次举办添。嗯，呢、這个模式如果可以呢、嗯、就係、是、如果天气可以嘅话就係咁样朝新啦。咁、嗯啊、中秋朝新呢、這个可以讲係佛光山其中一个传统啦。啊，总、嗯、本身都係咁嘅。係 ,ok。千人喺嗰度朝新嘅。嗯啊，但如果天气唔得啦，譬如飘少少雨啊，咁就可以喺大殿里边献灯祈福咁。系，所以都系可以有一个喺中秋联谊之后咧，就接住安排一个系同自己嘅宗教相关嘅一个修持活动咁、嗯嗯。其实我都好紧张，但系咧都系有菩萨嘅庇佑。嗯，我成个星期都有睇住个天气报告，但系成个天气都讲住话星期六会落雨。到星期六朝早睇嗰阵时候，诶、冇雨、啊。即是给我们、嗯、可以很圆满地朝山真 的,、嗯、真的人有虔诚佛有保佑的、嗯啊、这种相应是你没办法用科学、啊、用什么计算、啊、这些去解释的、嗯、一种能量的一种相应、啊嗯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那晚其实是受到一种感动、嗯啊、自己有一种提升、嗯啊、自我提升、啊好、嗯、好好好嗯，咁呢个潮山就完咗啦，咁到我又好开心啦，因为过两日我又可以去玩啦。你去玩，我去工作。咁我哋讲我点解去玩咧，就系、是、我哋喺巴黎有个理事会议啦，咁、嗯、我就有份去参加。咁、嗯、可以麻烦师傅同我哋讲声呢个理事会议系点样嘅咧、嗯？因为听听众唔清楚嘅、嗯，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国际佛光会呢系。嗯，每两年有一次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嗯哼，同每一年一次佛光会的世界理事会议是不同的、嗯、世界理事会议它每一年都要对国际佛光会有些重要的决定要通过樣表决，就是这些世界理事三十几个人要聚在一起、嗯、原本是世界理事的会议，但是我们佛光人、啊嗯、大师都说我们真的很可爱，那么喜欢开会的。原本是两年一次、嗯、那当然我们会安排参访然后开会，但世界理事会议呢原本是每一个协会要譬如会长啊、督导啊几个代表去就好了、嗯、那是代表的，但我们其实是很希望每一年我们聚在一次，然后接受大师的指导，咁同我哋讲今年或者讲第二年出年吓、嗯，要点样去发展咁样吓？咁每一年咁样办，咁结果系越办越大咯，变成其实每一年我都好似世界大会咁噶、嗯。嗯，我睇咁样都几得意嘅吓。咁、嗯、尤其今年咧，因为喺欧洲喺法国嘅巴黎，咁、嗯、喺法国举办咧，竟然就报名嘅人啦，1200多人。嗯，咁法华寺啊，法国嘅。本身、嗯、原本在佛華禅寺在那裡辦，是佛光山的道場、嗯、是它是可以容納到500-600人、嗯、但就變成1200多人、嗯啊、就這樣，所以呢它安排就比較不容易了、嗯啊、當然它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就第一天其實是去到法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那個會議廳那裡舉辦的、嗯、那個會議廳就可以容納到1200人、嗯、所以一起开会就去到联合国去开会了、嗯、之后当然都有分组的讨论、啊、这些还、嗯嗯、有一日游、嗯、所以就很特别，我觉得今年当然你今天说去玩、嗯、是因为每一次的开会我们一定是叫做行万里路、嗯、读万卷书结万种缘、嗯、所以就去开会之外就有些协会是在会议之前去参访，咁仲有 A 团、B 团唔同团俾我哋选啦、嗯。有啲系会后，嗯、有啲系单一喺法国、嗯、三岛文化之旅，嗯、有啲就去五个国家吓、啊嗯，去咁吓、嗯。不过就我哋自己协会开会嘅时候就话、嗯，一日行一个国家真系唔够，个深度唔够吓。咁所以我哋就选咗其中一个团系会前旅游，咁系喺法国。
五日三度的旅游、嗯、我赞成这个团好、哦嗯、虽然我是没得去玩的所以你说迟两日就出门、嗯、就这个团、啊、当然很多注意事项譬如一千多人呢在法国停车的地方都不容易、啊、所以二三十部的巴士在那里要移动呢、嗯、真的不简单、啊嗯、不过我觉得法国他们真的做了很好的准备、嗯啊、其实行程说明会他们帮我们做了 PowerPoint、嗯 oh, okay. 啊、还有一张注意事项、嗯啊、两个 page 的第一日怎样第二日怎样、嗯、写得很清楚的、啊嗯、所以我知道始终人你们出门前都会经过这个行程说明会、嗯啊、你会更加清楚更加放心非常之周详、嗯、希望大家可以真系开开心心出门、嗯、平平安安翻嚟咁样、嗯、尤其每一年咧，其实喺呢个会议里边咧，大家就系互相观摩、互相交流咁、嗯、样、嗯、对于我哋带动本地嘅佛光会会务发展，都系会带翻好多嘅见闻吓，累积自己嘅经验咁样、嗯嗯。我相信好似我哋本地好佛光会咧，今年举办咗北美洲嘅联谊会咧、嗯，应该系非常之体会到办呢个活动唔容易。冇错，何况系1200多人嘅、嗯，真系唔容易啦。净、嗯、系一个移动吓、嗯、出入啦吓、嗯，都系吓、嗯，所以。我是在前你们两日我去不过就直接在法华禅寺报道、嗯、我是工作人员、嗯、哪里都没有去我、嗯、就希望可以帮这个会议大家进行得顺利顺利一、嗯、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学习是的、嗯啊、当然你说我们代表团一共11个人、嗯啊、去欧洲开会其他时候我们共修法会在道场一样都是继续的、嗯啊、不因为世界会议再举办我们就停了是都是继续正常地共修法会尤其呢我要提醒一下因为等你们回来已经都是10月17日、啊嗯、回来呢10月12、13已经有大活动了没错、啊、已经很多功夫要准备了很多工作要做了10月12日呢星期六、啊、我要代表渥太华佛光山要多谢我们满地可所有关山建寺的佛光人、啊、因为除了说渥太华建寺他当然有建寺的功德项目给大家登记、嗯、大家都很热心去关心这件事另外我们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就共同发起、嗯、在我们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呢、嗯、举办就拜药师宝忏 是特登为渥太华佛光山建寺祈福法会、嗯啊嗯、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呢因为是拜药师宝忏、嗯、所以上中下三卷加上上佛光这样、嗯、所以是10月12号朝早10点钟一路呢、嗯、就会到下午4点钟、嗯、一日的法会的、啊嗯、这是10月12号、哦啊嗯、10月13号就是大悲忏法会了、嗯啊嗯啊、大悲忏法会是为了观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所以等于是个教历的9月19日的意思、嗯、不过我们就安排在星期日样、嗯、同时呢在大悲忏法会之后接住、哦、就是皈依三宝典礼、嗯、因为真的很多人问、啊、原本是真的排不到时间、嗯、不过雨中法师跟我说真的一路一路都很多人问真的有不停的人问、啊嗯、我印象中一般呢就一年开始的时候安排一次是今年很特别、哦、多伦多也好渥太华也好我们满地好也好、嗯、就在这两个月左右一路一路很多人问、嗯啊、这个下半年度、嗯啊、所以就我一定会安排了、啊嗯、所以我们三个道场其实连续3个星期都是皈依典礼、哦嗯啊嗯、真的太多人要问、嗯、我想都不好俾大家失望，亦都唔好拖太耐嚇。咁、嗯、所以就我哋喺大悲忏法会之后接住，同时就举办皈依三宝典礼、嗯。所以仲未皈依，你想皈依嘅人咧，应该要嚟我哋道场咧嚟写一份报名表。嗯、如果你真系唔方便走呢一次嘅话、嗯，或者你可以话
有 fax 或者是电话来索取这个报名表、因为需要你的资料，同埋呢佛光山都会给你一个皈依证书、皈依佛名等等咁样。好，多谢师父，阿弥陀佛。咁今日我哋拣嘅歌又好似有同我哋头先讲嘅有啲关系嗬。其实原本啊，录音之前啊，我哋商量话，哎，今次我哋北美洲东岸咧都联合表演一个节目，咁其中有一首歌就系 Harmonize， 但咁样倾下倾下，一路讲潮汕潮汕咁，尤其听到话受惠话，我哋嗰日中秋联谊会咧。表演歌曲是潮汕的手语，是哦，手语、其中一个分会是表演手语、所以我想就不如给大家都欣赏一下潮汕这首人间恩怨的歌曲、好 OK， 多谢师父，阿弥陀佛。如果大家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ibpsmtl.org， 咁到场的查询电话是514-721-2882。再次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见咯，拜拜。寂静的天空，沐浴敲醒昨夜的迷梦，一步一拜，心意化作香花，诚心供养善事诸佛，冷风徐徐吹，安度真真有佛在心中，我不怕露水匆匆，我不怕沙石沉沉，我的脉搏与你跳动，我的心灵与你相融，我不怕露水匆匆，我不怕沙石沉沉，我的脉搏与你跳动，我的心灵与你相融。天空沐浴敲醒昨夜的迷梦，一步一拜，心意化作香花，诚心供养善事诸佛，冷风徐徐吹，安度真真来，有佛在心中，我不怕露水匆匆，我不怕沙石沉沉，我的脉搏与你跳动，我的心灵与你相融，我不怕露水匆匆，我不怕沙石沉沉，我的脉搏与你跳动，我的心灵与你相融，我不怕露水匆匆，我不怕沙石沉沉，我的脉搏与你跳动，相遇。